大家好，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二，所以一定会有个严正声明。咁大家记住啦，网上仲好多骗子嘅，佢唔单止会系冒用我啦，亦都可能冒用好多嘅系著名嘅股评人。如果你有疑问嘅话，你揾到嗰啲咁所谓嘅股评人对你服务特别会贴心嘅，会跟足你嘅咧，呢个多数都系骗子嘅，因为大家都可能冇咁时间。咁如果有疑问嘅话，打电话1822。好，跟住之后咧，我哋睇今日嘅市啦。啊，唔系，要睇咗嗰个嘅系呢个嘅系呢个嗰个嘅系板块先。板块唔使睇啦，今日大家知道咧，跌咗落嚟咁多啦。啊，咁啊最叻嗰个咧就叫中标珠宝啊。咁呢个梗系啦，呢、这个中标珠宝嘅时候，一般都系啲系好有钱佬、好有钱佬嗰啲咁做啊嘛，唔系我啲穷鬼噶嘛。咁所以就唔同問題啦。